沙弥们齐聚大殿，虔诚礼敬，迎接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汪山印度沙弥学员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举办为世界和平弥陀佛七修道会，透过七天念佛修持，祈愿世界平安吉祥。万事起头难，佛七最难之处就是刚开始。沙弥们克服心中妄想，把身心安住在佛号上，透过七天佛门生活，挥别烦恼，感受法喜充满，展现佛法修持。不只是透过念佛，更是从出坡的每一个当下培养宁静心。而佛法只学只念还不够，是要发心去行佛，欢喜圆满佛期，迎接更上一层的茁壮内心。这位是印度新德里综合报道。